能宽容有过于自己的人，对自己有成见的人，会得到更大的帮助和回报。勇敢不是没有畏惧，而是最终战胜了畏惧。坚强不是毫不懦弱，而是最终克服了懦弱。公正并非毫无私情，而是最终拒绝了私情。廉洁并非从无贪欲，而是最终顶住了贪欲。做人要有厚度，有气度，有纯度，对事业要有浓度，对批评要有风度，对朋友要有温度，对是非要有尺度。做人要有志气，做事要有底气和正气，靠素质立身，靠勤奋创业，靠品德做人。困难面前先让自己承担，荣誉面前先让自己靠边，危险面前先让自己闯关。对上级不昧，对同级不损，对下级不伪，对自己不私。欣赏别人是一种境界，善待别人是一种胸怀，关心别人是一种品质，理解别人是一种涵养，帮助别人是一种快乐，学习别人是一种智慧，团结别人是一种能力，借鉴别人是一种收获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